我都不想听到你的声儿，我不爱你，能不能小点声儿？睡觉呢。 睡不着，没完没了的，干嘛呀？这是。前两天去局里找你那个，可不就是找我那个吗？都分手半个月了，还没完没了的，在这儿唠叨叨，就知道唠叨，就听他唠叨呗。 下我车，啊，好啊，行，那我们这就过去啊。哎，麻烦你，屋里的。潘大长，咱们直接去毛尖饭店。啊，你车呢？破天太热。 这次抓人啊，太顺利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去了就把人抓了，审了一宿，就是不张嘴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说也别聊了，对吧？都饿了，我说我给你煮碗面吧。我拿过这面，两口就给吃没了。说我再要一碗，我说那给你碗，吃了那碗又要一碗，到第三碗吃不动了，我就看他在那哆嗦。 哭了，全都说了，吓人，可不是吗？啊，谁不怕死啊？是，是不是？觉得自个儿就得判死刑，所以他就想我能多吃一顿是一顿，敬我一杯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好，您来一个，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辛苦了你了。确实啊，这个，这个案子，我们。 前前后后也搞了两个月了，终于破了啊！我们大家做了大量的工作，确实也非常辛苦。来来来，我们大家走一个，好，辛苦，我跟这领导，太辛苦了，我跟你说，不容易，你看都黑眼圈都长出来了啊！多睡觉，多睡觉啊！哪有时间睡觉啊？领导不容易，嗯。 你这剩个底儿又干嘛呢？抽抽抽抽抽！那个累了，真是累着了。报告，队里已经盯上去了，你要想清楚。抽筋了，不行，建议你这怎么还剩个底儿啊？你别惦记我，咱吃猪蹄儿。马上回来。你说你订的什么票啊？这火车，哎，又慢又冷的。你要赶紧坐下吧。要说冷啊，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，嗯，那就是虚。 你不虚，你把这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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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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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差不多收拾收拾，给带回去。报销的人呢？哎，是那老大爷。记录完了吗？记录完了。大爷您好，我是这事儿的负责人。哎，你好。您再给说说。啊，这一大清早，就是在那岸边发现的。我是婷婷。婷婷。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条鱼。你找了吗？我碰都没敢碰，我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了。我找你？磊哥的事儿？不是。那什么事儿？行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是应该的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现在在忙，先这样吧。啊。行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走了。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磊哥告诉我你住这儿。我都等了2个小时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都等了2个小时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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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都等了2
好怕人。你喜欢李磊什么？不知道。为什么非得要男朋友呢？不知道。想有人陪着，如果没有男朋友，就觉得挺无聊的。太热了。啊。卧室的空调好像坏了。
有喝的吗？冰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来找你吗？因为我觉得你不一样。磊哥跟我说，你以前的女朋友有很严重的抑郁症，你跟她在一起特别想帮她，但她后来还是自杀了。从那以后，你就一直没有女朋友。因为这件事儿，我觉得你不一样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想帮你。您好，您是李雪大夫吧？我们是新州分局的，我是李磊，这是我同事。你好，请坐吧。前两天我们发现了一个断手，跟你在网上发的那个寻人启事的一些描述很相似，所以特意来了解一下情况。有照片吗？给。是我弟弟的手。你确定吗？他五岁那年有一次手指不小心被电风扇绞了，小拇指骨折了，所以那个地方会有点畸形。我们现在只是找到了一只手，就算这是你弟弟的手，我们也无法知道他现在的行踪，甚至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。这样吧，你给我们回趟局里，做一下检测，证明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你弟弟的手，好吧？我觉得他已经死了。
为什么？七天前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弟弟来找我，他被人杀害了，尸体被肢解，头和手被扔在了北大桥下的湘江里，躯干埋在铁轨旁。梦里他带我去看了埋尸的地方，醒来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电话已经接不通。我去他家找他，他不在。我又去了他开的网吧，店员告诉我说他已经有三四天都没来了。我觉得这种情况就算去警察局也不会立案，我又在网上发了帖子寻人。觉得是梦，不用当真。你以前没来过这儿？没有。从来没来过？一整年没来过。
看看。这是我弟弟的佛珠。你确定？是我送给他的。给队长打电话，人马上就到。啊。太奇怪了吧！太奇怪了。潘子说 DNA 结果出来了，就是李毅的身体，推测死亡时间是8月5号。你信吗？你信那是梦吗？啊？这女的肯定知道什么。那查查他吧。没准就是同伙。警官。哎，警官。DNA 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断手和尸块都属于李毅。案子还在调查，尸检报告分析，死因是心脏被利器刺伤大出血导致。另一只手我们也在湘江打捞到了，但头还没有找到。我们还在继续找，案子有什么进展，我们也会及时通知你的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现在可以吗？你有烟吗？你平时不抽烟？以前抽，后来戒了。怎么戒的？我戒了几回都没戒掉。怀孕了就戒。你有小孩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弟弟是什么时候？3个月前。什么场合？他来医院找我。在之前，我们有3年没见。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他说他皈依了，想让我跟他一起，我拒绝了。他还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你弟弟有女朋友吗？不知道，我们3年多没见了，他的状况我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他跟什么人有恩怨。你平时跟他关系怎么样？
不太好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想说。这李雪啊，刚一毕业就和他大学同学结婚了，生了个女儿。女儿两岁的时候呢，俩人又离婚了。这李雪就带着他这女儿搬到李毅他们家去了。三年前的一个早上，这李毅啊像往常一样送这李雪上班，送这个小孩上幼儿园。平时啊都是先送小孩上幼儿园，然后再送这个李雪去医院。可是这天呢，他这女儿就在他那车那后座睡着了。到了这个幼儿园的时候啊，然后这李雪突然接了一个快递的电话，就是这地址啊填错了，他就埋怨这李毅，就因为这点事儿，他就跟这李毅吵起来了。这一吵不要紧，就把这小孩给忘了。这李毅呢，就把李雪送到医院以后，径直就去了这网吧了。等再一回来，八个小时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小女孩的内脏啊，有一部分都融化了。后来呢？拘役了六个月，缓刑一年。可是舆论上是有争议的，争议点是什么呀？这小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发落式四联症，这个病活不到成年，中间还得做好几次手术。所以有人就认为，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孩子这么不容易，手术费还挺贵的。所以就是他和他弟弟串通起来，故意杀了自己亲生女儿。有人是这么猜想的。你想啊，李雪是一骨科医生，不是这么粗心的人啊，平时工作非常严谨。辩护人说啊，这就是意外，这跟严谨还是粗心没关系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这人的记忆啊是有盲点的。庭审有视频吗？三年前的案子，庭审直播在网上应该能找着。审判长，我有一段录音想提供给法庭。这是李雪和李毅在车内发现被害人李洋洋尸体后的报警电话。请执行法警将辩护人提交的证据递交法庭，并当庭播放。喂，喂，喂！我现在都搬我小区五栋楼下，红木网吧的门口。我的身体在车里。Thank you.
我来拿猫，现在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猫呢？啊，还看？来，哟，你这没事吧？抓猫还让猫给抓了，那可得小心点。没事，我去冲一下。最好还是去打个狂犬疫苗，或者破伤风。这猫多大了？五岁。你跟你弟弟还住一块的时候养的。他有一天从哪儿不知道听说养猫可以防治心脏病，我跟他说都是骗人的。结果第二天他就找了一只猫回来，他说在路边捡的，我觉得他是专门去找。你弟弟对你女儿挺好的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挺天真的，什么都行。哎，来了。姐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这看了没有啊？今天是谁过生日啊？是我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还包在出炉，你给他一个心好不好？你给他一个心。哦，谢谢洋洋。这里蛋糕哎，一会儿再吃好不好呀？喵喵喵喵，请弟弟来吗？啊，喵喵一会儿再来这里吧，你摸摸它，摸摸它，嗯。李大夫很少跟我们说他的私事儿，他平时话挺少的，也不爱跟我们聊天，说话也都是工作上的事儿。那他现在有交往对象吗？应该没有吧，没听说过。嗯，你看看这个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应该是他。啊，你见过这个人？嗯，我记得他三个月前好像是来过一次。我见他进了李大夫办公室，我经过办公室的时候，听到里面有吵架声。俩人吵得这么凶，肯定有事儿。啊。打针去啊！啊！狂犬病，都到医院了还不打针？
去吧。我给你拿着。别到时候犯了病再挠我。赶紧去吧。啊，我下去等着你啊。啊。那天李雪拿猫上的就是这奔驰车吧？啊，是。9812。家里有点乱，今天是我生日。哦，王姨在厨房，你们再等一下，我去喊她。哎，别跑了。李雪她是我的情人，我们断断续续有2年的时间了。我们医院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李毅的事也是他几天前才告诉我的。他很少说自己家里的事，我也不好问，因为我怕他会想起他女儿。那以后呢？想我吗？你这……我跟李雪说过，我太太她是个外地人，为了我她留在了长沙，她没有工作，一直在照顾我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她提出离婚。李雪说她都能理解，而且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任何要求。你的孩子？我外甥和外甥女。我和我太太一直没有孩子。8月5号晚上10点到12点，你在哪儿？在林雪家。做什么？看电视。看的什么内容？一档户外闯关节目。你们怀疑我没有任何意见，但8月5号我的确是跟王毅在一块。那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你们在哪儿，在做什么？就在这儿，在看电视。看的什么节目？记不清了，没认真看。再仔细想想。我在跟他做爱，电视一直开着，没注意什么节目。小伙子将会代表上体，代表我们的队在下一圈。哇，好顽强，好顽强。
啊，磊哥。哦。你还记得李雪女儿得的心脏病具体叫什么吗？挺奇怪的一名字。什么什么四联症。发怒式四联症。对。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我发现王毅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发怒式四联症的临床治疗，还写过一本相关的书。然后呢？李雪之所以跟王毅在一起，可能跟这个有关。我想，这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婚外情不归咱们管。阿斌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来，坐会儿吧。哎，这店您什么时候盖的？啊，2008年吧。那时候熟食还可以，现在不好卖了。你来买书？我找本书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发怒式四联症的临床治疗。哪个出版社的？作者是谁啊？哦，来，哎呦，这个书太偏了，你肯定找不到的，我帮你找找吧。那麻烦您了。不麻烦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女朋友呢？叔叔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……啊，留个电话，找到书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哎，后来我几次找过你。还去过你们当年租的房子，就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大夫说他是重度抑郁，会自杀的，所以我一直非常小心地照顾他。直到你出现了，我觉得我可以放心了。我不该那样放心的。其实那段日子，我一直觉得隐隐的担忧，但我尽量不去想它。就是想起来，我也告诉自己，有你在，他会好起来的。那段时间，我太想让自己喘口气了。蕊蕊走了以后，我问你，最后那个电话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？好像那样理直气壮的质问你，就可以减轻我自己的责任，心里就会好受些。其实那是在骗自己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别给自己找什么借口了，那个电话不重要。阿斌，你还年轻，忘掉吧，别活在过去的影子里。你凭什么说你能帮我？你只是想感动你自己，让自己觉得自己不一样，觉得自己重要。我承受了什么，你根本就不了解，你也不在乎。你说我不一样，我根本就不想要这样的不一样。
该怎么办？你怎么了？我怀孕了，已经两个月了。你跟磊哥说了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不知道。你有钱吗？你连自己都顾不过来，给，密码是6个7。捞针呢，昨天李婷来了，她是不是跟你说她怀孕了？是啊。你给她钱了？是啊。哎呀，太坑人了，就这一招来回来去用，上次跟我就用了，我给了他3000块，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没怀孕。哎，女人呢，在你面前装得越脆弱，她哭得越惨，越是骗你。老板，价格都标了，门口有二维码，直接扫就行了，不还价。我们公安局的，跟您这了解点情况。什么事？这种箱子你们有吗？之前进过2个，都卖了。什么时候卖的？还记得吗？有一个卖了很久了，不太记得了。还有一个好像是月初卖的。几号？我看看啊。2号。买箱子的人长什么样还记得吗？是个男的，40多岁。样貌身材？胖胖的，长得挺高的，戴了个口罩看不清楚样貌。怎么记这么清楚？大热天的戴个口罩肯定记住了。磊哥，看到买箱子的人了，上了一辆小货车。磊哥，磊哥，醒醒！你看，你看，这辆小货车在8月6号凌晨2点52分的时候从这条路经过，然后早上7点52分又从反方向回来了。对，这条路是去埋尸现场必经的路。行啊你。是我老公，是我妈。妈。
不认识。你老公认识这人吗？不知道。他的事儿，我很少管。你老公是几号离开长沙的？8月6号，他说去深圳。他小学同学的儿子考上大学了。你认识这个同学吗？这段时间他有没有跟你联系？8月10号打回来一个电话，就是问了一下家里头的情况。他要是再打电话来，我希望你能跟我们联系。你们还有孩子，得替孩子着想。你信佛？啊，以前会去放生，最近很少去了。以前是什么时候？4年前吧。你丈夫也参加过放生吗？我拉他去过几次。那你认识李雪吗？他经常去，见过几次面。后来听说他女儿死了，就没再去过了。所以你丈夫也有可能认识李雪？不知道。李雪跟这案子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来这儿放过生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巧莹的女人？她老公呢？那天在医院，为什么要跟李毅吵架？是王巧云她老公。你为什么要跟你弟弟吵架？我弟弟有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跟你弟弟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是他吗？现在还没确定。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，我拉着他去放生，他才认识王巧云跟她老公的。3个月前，他来找我，说他皈依了。他说以前都是为了陪我，这次他真的信了，想让我也相信。我女儿死了之后，我就不信了。他说，他现在不会再梦见我女儿了，能睡个好觉，内心特别平静，想让我也一样。我生气，我觉得他就是软弱，是背叛，我骂了他。
然后把他赶走。这就是我们吵架的原因。这是我跟他说的最后的话。失眠吗？对。时运呢？不好。心运呢？医生，你能不能直接给我开药啊？我让你问清楚啊。喂。哎，同志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我们还在等呢。怎么了？还这么多人等着呢。喂。哎，我这信号不好。喂，你能不能，大哥？大哥，我你要不你重新排队吧，大哥。排队呗。大哥，哎，都给我闭嘴！喂，喂，阿斌，阿斌，啊，你说吧。阿斌，刚刚王巧云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吴峰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就在店，我正在赶过去，你在哪儿呢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他要走了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我这堵车呢，再连个十分钟。要不你先跟上他。让开！让开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站住！警察！因为钱，接着说。前段时间，
炒股赔了12万，又借了5万的高利贷。我一直为这事犯愁，我就想到李毅了。之前李毅借过我2万块钱，他也没有要，我就特奇怪，因为我跟李毅关系也不是特别熟。他知道我这儿缺钱，就特爽快的借了我2万，一直都没催我还过。前两天是高利贷的找上来的，正好李毅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网吧不好干了，他想去开出租。我就跟李毅说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开出租的，想找个夜班司机，然后得带5万块钱的那个押金。然后呢？8月5号，李毅就真的带着5万块钱到我店里找我来了。我就把他给杀了，把钱给吞了。你跟李毅怎么认识的呀？2011年吧，我是陪我老婆去江边放生，李毅是陪他姐姐去的。我之前跟他姐见过几回，他姐就把李毅介绍给我了。要是为了钱，你为什么没拿走他那串佛珠啊？那佛珠至少值10000呢。我当时也有点害怕。你这人也知道怕？为什么是李毅啊？他对你那么好，为什么是他呀？钱借给你了，又不用你还，你最后把他杀了。啊！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命吧。哎，前方的，别动，老实点。行，来，透口气儿啊！来，透口气儿。大概就这样。把那手包黑塑料袋里，这封盖扔下去。什么叫大概啊？那天晚上黑咕隆咚的。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具体哪儿啊？直。那头呢？头我没有扔在这儿。什么？头没有扔在这儿。他都交代了，头没扔在江里，给他住在一水泥墩子里了，够狠的吧？不在湘江里才对啊！想什么呢？他真在江里，不就跟李雪那梦一样了吗？那才不对呢。那水泥墩子呢？水泥墩子被他扔在他们家边上那个垃圾站了。8月5号的垃圾还在吗？早运走了。这个垃圾啊，当天就会运走。运去哪儿了？垃圾中转站。案子现在也结了，明后天就移交检察院了。你在这签个字吧。遗体现在在殡仪馆，可以火化了。什么时候办葬礼，记得通知我。不打算办了。那天，对不起啊。我想把他的头找到。
是秦蕊的姐姐，我们见过的。我记得。我爸说他有本书要给你。啊。他去世了。明天的追悼会，你能过来吗？老爷子，一路好走啊！你自己要注意保重身体啊！好，啊，你看这点时间，你也要注意身体啊！好，好，你也是啊。哎，好的，啊，辛苦了啊！哎，老公，我可是老你了。阿斌，好久没见了，嗯，啊，这是我老公，嗯，这是阿斌，是我妹妹的前男友，嗯，他现在是警察，是新州分局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在了省司令厅工作，来来，抽根烟。啊，对了，我把那个书给你拿来。嗯，哎，你是什么警察？刑警。哦，了不起啊！哎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方便以后联系。啊，来。你看，我小时候就最佩服警察了。啊，是这我这眼睛啊，哎，啊，那等会儿咱们再聊啊。你去帮我照顾一下。这话有点多，那是我爸让给你的。谢谢。照顾不周了，改天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咱再细聊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快坐啊。好。谢谢啊，哦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都是你啊。
喂。我想去垃圾弄两站问水泥灯的去向，你去吗？水泥墩，我们所有的垃圾都是打包以后直接送到垃圾处理厂。那8月6号、7号的垃圾处理了吗？所有的垃圾我们都是当天处理完以后就直接运走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去一趟垃圾处理厂吧。下来，怎么开的车啊？怎么开这儿来了？干什么呢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是忻州分局的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来查个案子。我问你一下，8月6号的垃圾，这里边还能找着吗？那找不到了，我们这儿来的垃圾当天就发上电了。记得这以前不是垃圾山吗？那是之前的事了，现在早就高科技了。我们这里有好多国家专利呢，不让随便参观。我不知道你还留在王医生身边干什么？你女儿的病就算能治好，可是她现在已经死了。你留在王医生身边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女儿的病是可以治好的，这对你有什么好？你别说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自己呢？是我害死，如果我忘记了，就是背叛。所以你觉得李毅不再痛苦了，就是背叛你女儿？你走吧，这件事不是你们的错。李毅就算扛不住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滚！你干什么？你冷静点，李雪。滚！滚！你冷静点。滚！滚！我也害死过人，我前女友有抑郁症，很严重，后来自杀了。他们觉得我抑郁，是因为我没能救她，
昨天我参加了他爸爸的追悼会，之后我又鬼使神差的回到了我们当年租住的那个屋子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以前的痕迹好像都没有了，好像已经没有人再记得他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乎这件事儿的人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了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坚强的。我可以留下来吗？天亮就走，以后也不纠缠。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？我还会经常梦见他。那段时间，其实我觉得他都已经好多了，于是我就更加努力地控制自己，想让自己做得更好。但是那天，他忽然又陷到那个情绪里面，他说其实那段时间他更糟了，我觉得很无力。我根本就没法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感受，他就是沉默了。那天我很生气，其实我是痛恨自己这种无能为力。想过自杀吗？想过。试过吗？没有。我努力的让自己像机器一样活着，每天按时吃药、跑步、健康饮食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你这样费力的维持在正常的跑道上，有什么意义吗？不知道。你觉得你前女友、我女儿、弟弟他们还存在吗？不知道。我弟弟死了以后托梦给我，告诉我他尸体埋的地点，我真的找到了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存在另外一个世界的，我想这就是他要告诉我的。他告诉我的信息有错误，他的头并没有被扔进香江。后来我想，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？这个世界并不存在，也不存在轮回。
就像你说的，人就是一个机器，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在坚持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差不多了，我都弄完了。你在这儿陪我一下午了，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怎么了？啊？啊，你等会儿啊。哎。哦，对，我弄得差不多了，大概一个小时吧。嗯，行，嗯，好嘞，好嘞，嗯，拜。是我的错。最后那个电话，他说他怕你和爸爸难受。我说你们是爱他的，会理解他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劝他，等我意识到赶过去已经来不及了，屋子里全是煤气。喂，嗯，一百瓦，好，行，我知道，嗯，哦，我办，嗯，我办。准备走了。我来。你把手拿开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这些事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以为我爸死了以后，我就再也不用想这件事情了。你说出来了，你舒服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能杀了你吗？我啊，这么多年。这件事情我已经受够了，我真的是受够了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呀，我。
不会恨你，你别指望我会恨你就能减轻你的负罪感。写了，没问题，温度跟颜色都正常。你再观察一下吧，现在都没问题。谢谢医生。说吧，挂了。我离婚了。昨天下午办完的手续，钱和房子留给了他。现在所有的事儿都结束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
怕吗？想出去走走，老下雨，想凉快凉快。老出太，人呢？别的我不知道啊，你就不适合当警察，你自己也清楚吧。反正啊，你也当不了警察了，后边该干嘛？自个儿好好想想，这么大人了，没工夫看着你啊！别老让我操心。李雪走的时候都说什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！我来他已经出院了，走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警察还看热闹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送给你吧，我不要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他，
还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样。他跟我说，他的头在北大桥下面一个收废品站里。后来我就醒了，我最后的力气打通了电话。拿走，这鱼放这么大。啊，都摆好了啊。好像是有一个，我给你找一找啊。是这个吗？它是空心的。李警官，嗯，死刑什么时候执行啊？都得等最高法院核准，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们啊。我们本来打算今天就要去深圳了。哦，出差啊？没有，我工作调动到那边了。那边倒是暖和。辛苦啊！哎，客气，恭喜啊！谢谢。何冰呢？啊？何冰呢？啊，他已经不干警察了，他开了一网吧，生意挺好的。啊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热吃吧。下雪了。
你怎么搬到这么老的楼里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点简陋，喝杯水吧。哎，不用，待会儿我就走。啊。你还在吃药？啊。你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本来都去了医院了，后来做 B 超的时候，医生说孩子两个月已经有心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还是决定留下了。磊哥知道吗？没跟他说。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你想听吗？啊？他的心跳。